厦门市祭祀后续小彩蛋。Go！我们要去麻子店，我要完成我的 flag。能完成哪 KPI 呢？明天我立了 flag， 杀青的倒数两三天吧，我要吃10个。我觉得一定能，我今天5个，因为明天杀青嘛。啊，拭目以待。OK。叮叮叮！果真在排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太快了。但今天没有那个玉米馅儿，很可惜。草莓的怎么样？草莓的，草莓的松松的。然后老板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里面不加冰淇淋的，但是有很多很多那个冰线的，他说那个是可以带走吃的，他说明天早上让我们买。OK， 你可以买10个带走。OK， 给小伙伴们分一次。好。